大家好，我是若云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。夏天要到了，变成非常非常热，全身呢都很黏腻。回到家呢，就是想要洗澡，但是洗澡呢要洗得全身干净，又香喷喷的呢。所以呢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非常神奇的东西，它是来自韩国原装进口的 Foamy Water 香氛沐浴滤水器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呀，一般呢，其实我是非常讨厌洗澡，因为我觉得洗澡很麻烦。可是自从用了它之后呢，我每天一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只想要洗澡，真的非常的厉害耶！等一下呢，就来跟大家介绍喽。哇，一开始我就闻到这个香味，没错，它是非常好闻的绿茶香。其实绿茶呢，它有除臭的效果，不管男生女生都很适用。像最近夏天啊，天气非常的热，就容易有狐臭啊。而且平常啊，我们去逛街啊，或是去吃饭、去 KTV， 都很容易沾染到就是烟味的味道。就可以完全消除哦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绿茶香味呢？因为我们的Foamy Water里面呢就含有绿茶的精油。现在的女生呢都会在洗完澡的时候还用精油帮自己身体按摩，对不对？现在呢完全可以省去这个步骤，只要在洗澡的同时呢，就同时有精油可以帮你的身体做舒缓跟按摩的功效哦。洗一洗真的好舒服，而且味道超香的，出门都可以不用再喷香水的啦。我看我越洗好像皮肤越来越白。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C， 女生呢就可以维持肌肤的弹性。那为什么越洗越光滑，这么湿润而且不会干燥呢？因为里面有我们的甘油成分。那甘油呢其实就是防干燥，所以对于头发呢跟我们的皮肤呢都非常的有用哦。它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，就是我们的过滤器。为什么会有这个过滤的功能呢？因为它里面有活性炭哦。其实水呢我们无色无味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成分跟杂质。像是有一些老家啊，跟我现在的家，哦，我现在家蛮新的，但是我的老家啊，家里的管线啊就是比较老旧，然后呢因为管线老旧呢，它甚至呢有很多的重金属在里面，所以呢有这款呢活性炭在里面呢，就可以帮大家呢去除这些杂质，在洗澡的同时呢也可以洗得非常干净又舒服。Thank you.